南京，南京，我是杭州，我是杭州。鸭血粉丝汤，蟹粉小笼包。同志，一大清早，我们来到天台上，主要是想给一个年轻人一些机会，再不帮助他成长，他有可能走上人生的弯路。所以我们必须为他请上一位人生导师，人生导师。人呢？哎呀！范明，国家一级演员、导演，塑造了老高、邢捕头等众多深入人心的影视形象。我这个娘嘞，你到这来找刺激的？我心里没吗？不久前，在电视真人秀《我们十七岁》中，以其幽默搞怪的形象收获众多好评。关掉你个火！要演《无间道》了，这是。男的是可以拍屁屁的，你得拍肩膀。哎，好使到了。耶、yeah. ！哎呀，不错。我们的见面很意外吧？干嘛做造型吗？啊，熬一个，熬一个，熬一个。Cool。我们今天把你叫到天台上来，有一个秘密任务，一个秘密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今天？因为我们节目里。常驻的有三个人，还有个杨迪，你知道吗？我家就是长得特别难看。平时啊，杨迪是作为我们大冒险的这个关主嘛，所有来宾都要被他整。啊，我们今天呢，想让我们华仔带着我们两个的重头，反整一下杨迪。哦，这样的。有三个任务，只要你完成了，我们就算反整他成功了。本期嘉宾在大冒险环节中有三个特殊任务，将杨迪公主抱起转三圈，拔掉杨迪头上的三根白发，引导杨迪说出指定台词。每完成一个特殊任务，即可额外获得100公里的公益里程。大冒险所获得的里程将和专车行驶里程一起转换为公益基金，投入指定的公益项目中。公益之旅即将欢乐开启。这个有点难，嗯，这个有点难。这小子杨迪是也还行，不然怎么请您来来呢？对啊，来，给我弄点舒服。不要紧张，我早上吃点咸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杨迪，让一切跟他会合，在秘密当中开始。我嘚儿一的笑，就今天就是那种志得意满，从来没有一期是我们俩从节目一开始就怀揣着小秘密，就是一定要。来，来吧，来来了，来了，来。今天嘉宾谁呀？不知道呀。没来啊，现在刚才没来，等你呢。来什么？啊，好，各位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浙江卫视《雪佛兰真心话大冒险》。早上好。据说我们这一位嘉宾特别爱早起，真的，很爱运动。哎呦，运动型男，有一个强健的体魄。但这个嘉宾到底是谁？我们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哎，你变好看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抱抱，抱抱。第一个任务，公主抱着他转三圈，公主抱着他转三圈。
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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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
自己也有点眩晕，好吗？不是，正好杨迪你变好看了，好看了。欢迎欢老师。您生活当中玩过真心话大冒险吗？很少，有过一两次啊。其实宁可不说大实话，因为说谎会伤着人。哦，所以你还是宁愿去大冒险，稍微自己危险点的。对，也不能太危险。我们赶紧去上车吧。好的好的，嗯 ，OK。喊一下我们的口号：带上真心，放下冒险。再见。好，那我们就聊起来咯。你先为难起来。对对对，我们每次那个正式开始接乘客之前有一个热身的小活动啊，说啊，真心话大反说。哦，反说是吧？对，你是不是范明？是的。就对，就顺了，就顺了。好，懂了。不是不是，就哦，那我知道，对啊，对，开始了啊，真心话大反说。有没有后悔演了《武林外传》里面的邢捕头呢？后悔。非常后悔，不是，这我当然后悔，一直不后悔吗？对吧？当然我知道，厉害吧？范老师觉得自己的演技能在中国的男艺人里面排名第几？倒数第十。哇！主角和配角哪一个更重要？配角。在我们十七岁里面最不满意的是谁？我。您曾经和宁静姐在《红槐花》中合作过，请您评价一下宁静姐这个演员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，太有个性了，正说反而都个性。我觉得宁静确实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演员里边，在表达上和说事上是很稀有了。嗯，这点我挺佩服她的，虽然她有点小个性。你怎么感觉有一点小矛盾过吗？有那个戏有矛盾，就一嗓子把他吓哭了，一嗓子把他吓哭了，真的。因为那天我赶飞机，我最后一场戏、着急。他呢要讨论，他其实好心，他想这个戏剧的这个拍法不太满意，但我认为差不多了，他想先让大家都想现场做一些调整，我就先不等他了，我就急了，正说会儿了，能不能？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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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我们全部都弹起来了，我们三个人都弹起来，气囊都快出来了。刚才，哎呦我的天！你看宁静一跺子，委屈的跑房车坐上去了。后来我想不对，他就到了跟前，我说妹，好哥错了，快改飞一搂他，他笑了，哼，你不叫你娘那飞机都飞不成，女孩是要道歉的。但那时候宁静是小女人了，要哄着点。一般都只有被宁静吼哭的男人，你是吼哭宁静的男人。好了。哇，顺利完成，特别棒，好的吧，贡献了好多故事，你们就可以开始接单了，我就准备下车喽。我们也要跟范老师特别说一下，我们这个车里有一个神奇的蓝键，叫做安吉星，你一会儿如果在车上有任何需要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按一下这个蓝键都可以帮你解决。我先帮一一来问一下，我按一下蓝键问一下限不限行，我们都没问过。今天这点儿正在连接安吉星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，就是现在南京限行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？今天？哦，十分抱歉，我们目前没有这项服务。啊，这样的吗？哦，那这边的话，我这边也是看到你正在行驶当中。为了你的这个行车安全，我来帮您查询一下吧，请稍等。对的。哦，好。哎呀，真好，这。
哎，您好。哎，您说，您说，哎。为您查询到南京这边的长江大桥和扬子江隧道有对外地牌照进行24小时的限行，供您参考。哦，就两个桥是吧？两个长江大桥是。其他的都不限行是吗？目前查询下来是这样。好，谢谢您，再见。享受起夏天的热，穿越条幸福的河。您有新的订单了？哦。你好，您那个具体位置是？珠海大厦往西一点。好的呢，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？我穿了一个黑色的裙子，背了一个绿色的包。好嘞，我们一会儿就到啊。好，再见。你好，姑娘你好，我是沈师傅，低头玩手机呢，请上车。你好。就是这个回来，上来。黑裙绿包是不是你？是你吧？车牌对的吧？黑裙绿包。你好，你好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如果想不出来的话呢？不行，他有一台，他一定会想。我不知道的。他还得看我们教室没长大呢。《武林外传》就是，但是我突然说，不是那个捕快捕头。我不是人啊。哎呦，老邢，你来了，来给老邢看茶。不用不用了。我是来给你送信的。怎么称呼你啊，小绿？哦，我小绿，我叫赵依林。啊，小赵，依林。好，有点紧张。南京姑娘都像你这么漂亮吗？我不是南京姑娘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河南的。河南哪儿？河南哪儿？我奶奶家是郑州的。那您能说郑州话吧？也会说点吧？赏秋话。赏秋话，咦，只为了河南老乡了，你得行了吧？那得起个证。来，给你。我在郑州待过，哎呀，这见老乡格外亲切啊。缘分用河南话怎么说？缘分，真的是缘分。但我那是我郑州，他商丘跟郑州还不太一样。对，对不对？中不中，这就差不多。咦，你看你这个名儿长得还怪带劲的呀。我们这个跟这个依林来说一下，他要干什么啊？先帮我抽个签，然后把签的下半部分捂住，不要让我们看到。对，先抽个签。我手很臭的。一会儿可以向明哥提问，不想提这位观众的问题都行。那我先抽一个吧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问什么。先抽一个。在娱乐圈里。娱乐圈里。如果没有一点儿绯闻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红。贺老师，你没有什么绯闻，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？这个事让我要思考。确实，这个题有点费解。确实，这个绯闻啊，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分好几种。有种绯闻是健康绯闻，比如某个电影要开始了，他造个误会，是假绯闻，在情理之中。如果推十几年前我未婚，我可能也觉得人关注你的情感生活啊，你可能女朋友又换了，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。但是你已婚了，那你不行了，你就得考虑各方面，你就不要考虑这些绯闻这些事儿了。我说可对。对，范老师是势力派。哎呀，真好啊！哎，豫剧你会唱吗？啊，会唱，但我不知道我跑不跑调。没事，有范老师陪着你一块儿唱。我陪你是跑调。范老师，你会不会唱那个《花木兰》？词儿不大熟，给你调上去。刘大哥。
个江花，刘大个江花，李太平，谁说你自大哩大滴大滴大，小心小胆子大胆在边到边关，女子方知啊，看那条。给你抓了个球，先是什么？大冒险！我的天哪！你樊老师要去受罪去了，樊老师要去受罪去了。Sorry。樊老师受罪去了。我还好感动。范老师再见。期待下一次，下一次的缘分。啊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再见，菲菲。我真是一个快乐的小精灵，小孩真快乐。嗯，关键孩子这个上河南话一说，他就意思也读那个河南话，哎，很哎，他透着真诚，嗯，透着真诚，真美好。朴实的方言总有让人一见如故的魅力，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，全情投入的演绎总会被人铭记，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，都是观众津津乐道的经典。刚刚那个抱起来转圈是算是完成了，完成了。对，他不在，我抱起来三圈吧。抱抱。哎呀！是这样，要在大冒险的环节之内做到这个动作才可以。啊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去大冒险了，然后在大冒险的过程当中，你把这个动作做了，才算完成。好，我们联系一下杨迪吧。喂，哎，杨迪啊，哎，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？怎么样，大冒险了是不是？杨迪啊，我希望你这个大冒险多关照啊，你照顾我点，照顾我点。你们如果能看见我现在打扮，就知道我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素养的人。不会，绝对不会整你们的。你们来了就知道了，我现在南京非常有名的一所大学东南大学等你们，好吧？嗯，好，好，好，东南大学，一会儿见。嗯嗯，好，拜拜。嗯，再见，拜拜。好的，来，毕业了，同学们，一二三，毕业啦！只有我一个人有帽子。我们终于走到分岔的路口，该说再见的时候，带着年少轻狂的梦，走向路的尽头。曾经那些悲伤和迷茫，已经被时间带走。既然青春留不住，我就这里。打排球啊，其实我们今天玩的那个游戏是丢手绢那个游戏。丢手绢，丢手绢啊。今天是这样分队，我和范老师一队，因为毕竟照顾一下静脉曲张袜嘛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体力比较好一点，那一就和涛哥一队了。然后我们俩各自去找三个同学加入我们的阵营，进行我们的大冒险。脚谱丢手绢，嘉宾和主持人两两分组，每组各寻找三位路人参与互动，在穿着脚谱的情况下进行五局丢手绢游戏，成功抓住对方队员三次即为获胜。我们去找人，走，走着瞧。走，必须赢他们，必须赢，必须把他们拿下。同学，你好，你好，参加我们一个电视活动，有空吗？我有事儿，我什么事儿？上班啊。上班？对，那没事儿。上班就有事儿，我真有事儿。好吧，好吧。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现在有点事儿。要不你们找别人吧。赶路，赶路。这条街上怎么回事啊？每个人都好忙的。你现在不忙吧？参加我们要不半小时，半小时差不多吧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二十分钟。参与我们重要的综艺节目《中央卫视》，就要听这么说。谢谢你，这刚找三个同学陪我一起玩，嗨，你们好。我们有一个叫《真心话大冒险》的节目，范明老师和杨迪要联手来对抗我和沈涛。嗯。看到各位的身材之后，我们觉得唯有你们的加入才可以帮我们获得胜利。啊，你点头就代表同意了，对不对？要干，需要怎么加入？丢手绢。如果你们没吃中饭，我们还管你们中饭。行，那走吧。那是你，哥们，我脸上嘛，我们上哪找？换个方向。来吧。那个，我可能有点事，可能有点事，可能有点事。我不知道那边找，换个方向。反正你就跟着我们，好吧？我们抓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你好，刚吃完饭哈。有。嘿，哎哎，干什么？这个二十分钟时间。你。
好，玩一下吧，帮个忙好不好？还差俩，谢谢啊，还差俩。本来还差一个，那个人跑了，谁体力好？玩去呢？玩玩，你来吧，好的，来吧。老师耽误你20分钟，方便吗？好啊，行，人齐了，走走走，我们队伍集齐了。OK， 我们先来扔吧，先来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扔，先手，先预备，走。丢丢，不许往回看啊！手绢放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。这手大的呀，你看跑得可以。抓住他，丢，丢，丢。坐好了，有他体力不行，我快要疯了。你跟我一样，我也不行。丢，我丢，啊丢！太累了，实在是不想说话了，实在是不想说话了。脾气的发财，脾气的发财，哎呀，小朋友，你快点跑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快点跑，小朋友，小，小朋友，你快点跑，小朋友，小，屁股还悬空，看回放。手绢轻轻地放在。这个扔在谁后面都有被抓住的可能，因为你的体力已经不支了。我。他腰不好，你们别欺负他。他腰不好，你们别欺负他。他腰不好，你们别欺负他。哦，赢他，赢他，领先一圈。大家不要告诉他。走走，哎，老师，走了，老师，走走，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老师，老师。老师，跑快，跑快，抓住他！老师，跑快，老师，老师。
开始了，太累了，脚趾头好痛啊。是蛮累的。好累呀、啊，歌都唱不动了。你们后期帮我们垫音乐吧，我们就这样点头。老师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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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摔倒，好好好。他快，这个眼镜别惹他，他打运动员呢。我们小伙子真不错。1-1。丢，哦丢，给我看一眼。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你后面，大家后面，大家。快快快，行，快快去，快拿我去慢点。人生有一种绝望。快拿我去慢点。请坐，请坐。我还在带节奏，你又搞我。手绢，轻轻地放。你别玩他，他太快了。不玩他，他第一。丢手绢。轻轻地丢手绢，轻轻地放。分明是要累死他，声东击西。来，同学，你看这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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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。能得黄脸，渐行渐远。走了就不要回来了。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快追，你跑！哦哦，姑娘，你跑不动，姑娘姑娘，你跑不动。原来你是，这就是他们刚刚给我说体力最好的姑娘。你们看这速度，谁体力好？玩去的。玩玩，你来吧，好了，来吧。
是那比的来了苦苦的。男主持，亲亲，好，停，好，停。小朋友的，陆楚啊，快快，他腰不好，快。哎呦，看看，一拳腰好。耶。我再扔他我就赢了，他肯定扔你了，他肯定扔你了，你就拼了命的抓住他，我们就赢了。对，我只要速度上赢他我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或者你扔范明老师也可能会赢，也会赢，有道理。扔吧，你想好。我觉得我要保赢，跑远一点再扔，只要扔在这个姑娘的身后我就赢了，姑娘的身后我就赢了，我就赢了。哎，野鸭弟，哎，野鸭弟，快追进去，使劲迈开，你能赢呀呀呀呀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为你这个圈感动，来，我心里抱抱。我跑得最远，这样抱难看，这样抱搂我脖子，这样抱难看，这样抱搂我脖子，起走，跟着抱。你们输了那么高兴干什么？眩晕。小小手绢，放。小手绢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抓住他，快点，快点抓他。哎呀，太衰老了，咱不能衰老不行了，坐。经过了一轮苦战，我都快跑瘸了，蓝队终于把比分追平，双方进入决胜局。2-2。掉手绢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丢我。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丢我。哎呀，你扔他，你扔他，你扔他，你不自量力的有点过分。好的，刚刚大家拼了老命哈，但我们输了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尽力了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累计多少公益里程呢？输掉的是没有公益里程的那个。耶，但是他们可以有就行了哈。我没有。要谢谢所有的同学，谢谢大家和老师们，谢谢你们，展现了我们东南大学同学师生的风貌。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欢乐的大冒险仿佛时光机，带我们穿梭回了无忧的童年。而当旅途再次开启，随之而来的又会是哪一段难忘的时光呢？范老师今天穿丝袜了吗？范老师今天穿丝袜了吗？我穿肉丝袜，因为我静脉曲张，不要紧张，不是变态，不是变态。你干嘛穿丝袜呀？哎呦，这小子太厉害了。
我真惨了，还是不变的。在我们十七岁当中啊，您被大家称为华仔，你怎么看待兄弟们给你起绰号这件事情啊？华仔的情节这样的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开始。加油加油，打滑其他人外号起不出来，还是我比较优秀。对，有特点。好吧。一次重返十七岁的逆时光之旅，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快乐。可爱的范明老师仿佛行走的开心果，欢乐了每一位乘客，欢乐着每一段旅程。哎，哥们儿，蔡明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哥们儿，蔡明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是什么蔡明老师？蔡明老师。蔡明老师。你俩是夫妻？对，我们俩是夫妻。哦，已经结婚了。对，这两口可爱。是来出来旅游呢，还是？对，我们是过去吃饭的。对，就在南京吧。对，我们就在南京。嗯，但不是南京人。我是南京人，徐州人。你徐州哪的？我是徐州皮县的。皮州？我刚才在河南老乡了，就来个徐州人。那徐州话你能说吧？能说。对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这有好尴尬。抽一个签，抽一下，用手挡下边去了。那你们可以向范明老师提问，什么都能提吗？什么都能问。如果你们要不想提，这边有观众提的问题，随便你们，你们看。念了。您演了这么多年的戏，是否也曾经想主演一部偶像剧？我一定有这个潜质，姐，我一定有这个潜质。你这个笑嘲笑我吧，没有，我这笑平时就这么笑，让他平时，那你放开笑吧，对，你嘲笑我也没事。我准备把牙笑笑型，我把眉毛再提提，我是有种质感的，我一定要演中央偶像，有点个性的，你一定是好的。我们正在跟那个上车嘉宾在节目流程是嫂子电话。哎呦，嫂子，扬声器，嫂子，来，嫂子您好，来，你好。哎，这是浙江我们两个，一个一姐，一个二哥，俩主持人。听见您的声音，我们特别开心。特别开心。不好意思。好，你不好意思非常对，好的。好的。哎呦，一句话，这家庭地位出来了。好。精灵大公馆。哎，千是什么？是大冒险。我要先收队去了。辛苦了，签给我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我们要出发去大冒险了。记住啊，这个还有一个任务呢，我们对吧？就是在大冒险的环节当中啊，你穿插着来，有三个任务，只要你完成了，我们就算反整它成功了。一个是演把那个词儿给说掉，一个是分三次拔掉杨迪三根白发，也是看他辛苦。喂，哎，杨迪啊，准备大冒险。我在南京这个非常繁华的世贸广场附近等你们啊。好的，行，快来，一会儿见啊。我们用安吉星来给导个航啊。来吧，我们现在进行我们的最后一个大冒险，其实特别特别简单，就是看我们各自的运气，同时也考验一下南京市民的那个歌唱水平。范明、杨迪为一组，沈涛、依依为一组，分别寻找路人接歌，路人完整接唱出歌曲的下一句即为成功，在规定时间内接唱曲目数量更多的一组即为获胜。说不定咱们得找多少人都数不清了。大张伟这首歌其实很难，说实话。出发，大冒险，找一个你来找，要抓紧时间。毛阿敏的《思念》谁会唱？就是你从哪里来，我的蝴蝶。下一句。
你都唱错了，你还我的蝴蝶？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？你从哪里来？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？我往这边，往这边。有没有唱一回一剪梅的？你会唱一剪梅吗？一剪梅，一剪梅，一剪梅。天是那么火亮，地是那么广。姐，下面是什么来着？这已经没人了。没有。哥哥，你好。嗨，嗨哥，来来，这个口罩妹妹唱嗨歌。黄龄的嗨歌会唱吧，试试啊，预备走，跳起来。忙腾台就跟着一起来，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嘿嘿嘿嘿嘿嘿 Day and night， 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，阻挡着未来。耶耶，成功，谢谢谢谢，你太成功了，谢谢你啊，好，再见。他比我们神秘啊，这是神秘。你待会儿把口罩掀了再来一次，因为不知道刚才是你，没关系。谁在叫我的名字？叫得快！我听见了你的呼唤，快来帮忙！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南京来，我从南京来。我不想知道你从南京来。再见，嗨，我的朋友们，妹妹你快来，你会不会一唱童年呀？不会呀。那你会不会唱 Super Star 呀？不会。姐姐你好，我们帮你抬吧。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，你是我心中。好，辛苦你了啊，拜拜。找这位口罩哥吧，好不好？口罩哥，你好。你好。看你如此高大挺拔的身姿，想必一定会跳舞了。不会。想必一定会唱歌了。不会。想必一定知道一些歌词了。知道一点。哎呀，你就在听歌对不对？对，我听一听。看一下，看一下谁的？你听不懂，不知道。我们听不懂，看不起人了。不是，是听懂了吗？应该是首民谣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是谁的歌？哦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知道应该给你选什么歌了。好。一剪梅，傲立雪中。能能。能能能能能能，不好意思，祝你好运，再见。我们去捣乱一下他们吧。哦，他们那边人多哎，人多。声声叫着夏天，操场上的，不对，谢谢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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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够了，不对，不对。你们记住了，我们五首了。范明老师，全是童年啊！来来来，你们刚拍了照，来来来。那我们再找人吧，好不好？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对了，哇，终于对了，我的天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哎呀，太不容易了。下一首歌，你有白头发了。我愁的呀。来，换一个。这个时候还跟我扯什么白头发呀？有战友，这都有哎。从就白了头。好了，大哥，快您。哎呀，我老了，我老了，头发白了，我老了，昏沉。Cool。我们来打扰这个还没有上餐的人吧。坐着。
哎，你稍等一会儿，老婆，你稍等一会儿，我好像看见一个明星，好像是依依吧？是我，是我，真的是我，他没有骗你。我在那个天猫会里呢。老婆把手机砸了。啊，对啊。我给你发个微信啊，拍个照片发个微信给你哈。你大连有个老婆，你那个南京还有个老婆呢。什么情况？那上面写着老婆大连。不知道，他们是长枪短炮的，老帅了。啊，真心话大冒险好像是个节目。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。这个男主持人我好像也认识。哎，他姓沈。快点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还有事儿找你帮忙吧。好，好，一会儿再向老婆汇报。好，你解释一下，这大连的老婆是怎么回事？那他是叫大连吗？啊，不是，他有两个号，一个是大连的号。哦，来来来，拍张照片发给他，别等会儿他误会了。你帮我们个忙，都缘分都这么深了，是吧？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我们有歌，你给我们接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可以。我们来了啊。走。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，我们心中的梦，不经历风雨。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怎么见彩虹。没有人能随便变成我，没有人能随便变成我。向你大连的老婆问好啊。是怎么着？陈涛。是那个王牌，对，王牌，我们台对呀，对呀，最贵的那个。你想咋的？对，那个什么情况？没有，哎，那个什么情况？没有。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。你比那个电视上看得很年轻啊，看得很年轻啊。啊，电视上主要老穿西服，就是总感觉。你看见没？少穿一点西服，看着老气，看着老气，看着老气。应该像大哥一样穿 T 恤，知道吗？反正你帮我们答对了，我就不计较了。感谢您，感谢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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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好，让你的大连的老婆赶紧来南京哈。好的。大连的老婆。预备起，一切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你是唯一的神话。对了，谢谢。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傲立雪中。好久没唱，忘记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对了五首啊，五对了五首啊。哎，这回来，大姐，预备走。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我的，老婆一是。对对，差一点。让我。老婆一是用心把你留下来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了，对了。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。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。留下来。留下来。让我用心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个真棒。等等，我你原谅我，这个白肉太密，我得薅一根，就一根。来来来，拿来。怎么了吗我？不，你相信我。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又薅我的白头发，这是哥哥爱你，这是哥哥爱你，这是哥哥爱你。
先退一个。有人理解我的痛苦吗？哎，好了，两个了。你是不是有个特别任务啊？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是有个特别任务？没有，那没有。没有，我谁给你安排了特别任务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你这有？我刚洗完，刚染了。哎，这里边有一对小情侣。嘿，留下来。请问你们公开了吗？朋友们都知道你们在恋爱吗？那就让他们知道一下。啊，你们那个会接歌吗？接歌词？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你们。这首歌是付笛声和任静的《知心爱人》。你来吧。不管是现在，还有一个人换人了，还是在遥远的未来。接，接，接。如果不好就考虑分手。知心爱人都不会唱就考虑分手，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。突然有点紧张，不要听他解释。在遥远的未来。嗯哼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，再不再来。对啊，可以在一起，可以在一起。这样的男人靠得住，一辈子都靠得住。不管风雨，都要好好相爱，在一起。哎，我们好，恭喜你们，耶！谢谢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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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棒棒棒棒棒！这边试试呢，这万一他们突然唱了呢？阿姨，天是那么火亮，地是那么光。啊，我这个家伙根本就没管我在干嘛。哎，这个家伙，谢谢你，保重身体，开心快乐。好，谢谢。没了呀，我这儿在这儿了。你们是不是给那个方伟老师安排了任务？没有，你一会儿再帮我，我洁癖，你别着急，一会儿还有。洁癖。待会儿检查一下，看看。啊，行行行 ，OK OK， 哦，好了。再赶紧走。哎呀。完了完了，我们得加快速度喽。一剪梅啊，费玉清，费玉清的一剪梅。哎，你会唱《一剪梅》吧？ Hello, hello, 你好，你好。我的朋友，飞进我的窗口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快留下来。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大冒险即将结束。范明的第三个秘密任务还有机会完成吗？杨迪，哎，你自己觉得累吗？累啊，我们也觉得好累啊。你应该最累吧？你今天开车开一天。关键是，范明老师来到我们这里，完全没有展示他的这个戏剧的精华。但我私人是该演一个小节目。我们现在啊，全中国演技排名前十的范明老师，那你给我配合吧，你们小伙伴，那我俩配合。好，演啥呢？别着急，我想。咱弄那个，哎，那个挺好玩的。哪个？言情剧。言情剧。你比如说，类似那，咱不能说名，类似那样的，就是。你讨厌。不，你无情。你无情，你无理，你无理取闹。你冷酷，你无情，你无理取闹。然后你们还要有点情节。对啊，就他过来，因为一定是你无情，我得反说你嘛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我哪里无情，你哪里不无情？对啊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这个？对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这个。但对我来说特别难，因为我四川人呢了太难了，呢了太难了。你又想买包，我都一天给你买了多少个包了，你都还买包。人喜欢嘛你就得买，人喜欢嘛你就得买。
不是我这工资不够了，不是我这你不买我给你拉倒，不买我给你拉倒，你又拉倒，我不跟你谈了。你不能这样，你真的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无情，不能这样无情。你无情，你冷酷，你无理取闹。你说我无情，我冷酷，我无理取闹。你哪里不无情？你哪里不冷酷？就算我无情，我冷酷，我无理取闹，但是你比我更无情，更冷酷，更无理取闹。在我看来，你比我更冷酷，更无情，更无理取闹。明明是你更无情，更冷酷，更无理取闹。来来来，你说了，我说了。我跟你讲，棒棒棒，你得承认，棒棒棒，这是表情帝，他高情商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是不是有计呀、啊？我觉得是不是有计呀、啊？我觉得没有没有计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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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我们公布一下刚刚记歌词的成绩。刚才那个歌曲接龙获胜的是。一和涛哥队、啊、所以这一轮推理成范明老师应该是没有。范明老师今天总共累积50公里的爱心里程，同志们，很丢人啊，丢人啊，丢人、啊、但是范明老师我只能说，同志，你出色的完成了任务。我们输了才有你们。 OK， 辛苦了，水吗？感谢你打入了敌军的内部，好，成功的帮我们累积到了350公里的公益里程，是不是？对的吧？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，我感觉到了有问题。在哪几个问题？真相，感觉到了有问题。在哪几个问题？真相只有一个。你还记得我见面就把你抱起来吗？记得啊，咱俩很亲切过火，这就是记。而且我第一次熊抱不算，二次你还配合我。到薅头发有点怀疑了，我承认。太过分了，因为我毕竟白发不多。对。那这一关他们挑特别好，我们做点表演，必须你先说几句话，你不说都不赢。你无情，你冷酷，你无理取闹。你说我无情，我冷酷，我无理取闹。感谢范明老师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在海面节目的口号，谢谢。带上真心，爆笑冒险。本栏目由实力中型 SUV 雪佛兰探界者冠名播出，探界者让实力更具实力。呼呼，华人组长就看见一小白脸，对，谢谢小猫，快乐吗？欢迎登录乐视视频、腾讯视频、优酷视频观看节目精彩内容。特别感谢蓝天下官网、中国蓝 TV、新浪微博、新浪娱乐、搜狗搜索、湖泊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一个普通的拼车订单让惊喜不期而遇，一次奇葩的提问机会你会如何把握？我选择大冒险。一场开心刺激的大冒险，你将如何参与？一场素人和明星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正悄然来袭。